有口了，我都说有口啊，我就说等会儿就有口了啊。鲫鱼呢，看到没有，直接种，你看马上一个洞口，看种。大熊，你要不要鱼？来，来了，看我这个口不就来了，就掉了个边边上。我跟你说，一下午随随便便掉，终于来个大点的了。这条还可以。哎，这个可以拿回去，这个就可以。你要不要这个鱼啊？这个可以拿着。我都没有装鱼的。你看肚子好多仔。哇，这条蛮大的，这条看一下。23两。不止啊，这条应该有5两。对，23两。正口啊，这条还可以。你要不要？这种可以留着，没地方放啊。来，小卡拉米，小卡拉米。我钓鱼我就不喜欢打顶漂的，我就喜欢打洞口。有些时候顶漂能中鱼啊，我都。哎，中鱼了！赶快拿抄网，快快拿抄网，快拿抄网去！他妈，我哪里带抄网？没带抄网！快快，你给我拍视频。没带抄网，我哪里带抄网？什么鱼？看看，哇，挂鱼，挂的。你带抄网没有嘛？没带。啊，直接抓起来了，直接抓起来，直接抓。哇，就我还以为，我说怎么一直在往下沉。又，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鱼可以。这杆子太软。哎，我小一个杆。哎，还算可以吧。再敲也可以。我把那个，哇，你看这直接双钩吃进去了。我们这现在换了小钩子啊，直接双钩吃进去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用了1号的锈钩啊，直接就来，你那个鱼桶拿过来。哎，上鱼上鱼上鱼，我们最后一条手竿鱼，哇，这什么鱼？看一下，还没露头啊，鲤鱼。哎呀，钓友们，上鱼了。哎呀，哇塞，哎，什么鱼？我去，鲤鱼啊，8号枪。哎呦，我们把它抓起来啊。看一下，最后一条收竿鱼，上条鲤鱼。我来手抓。哎呀，没想到晚上的口这么好啊，上大鱼了。哎呀，没有抄网了啊！最后一条收竿鱼，看一下，这个钓点还可以啊。我刚刚趴在水边啊，把它抓起来的。这条鱼还可以啊，看是正口啊。我们用的是2号的海蜥，看一下，还是一样，我们把它放生了啊。前面那一条鲤鱼没有抓起来，那条鲤鱼大一些，比这条大，直接放掉了。这个季节我们就直接放生了。明天我们再钓吧，放生了啊，看着啊。